来哦，今日早餐袂当留迄种，迄个啥可颂巧克力口味哦，桃桃补充巧克力，然后迄个啥香鸡蛋堡，啊配无糖绿茶，好。白同学，今仔日我先讲诶，生活机，我昨天那个早上，昨天晚上八点睡觉，原本要睡到中，迄个啥。十点起来要直播嘴飞，啊，不然后边伤爱困，又睡到十二点，十二点的时候起来，罪恶感深重，又偷跑下来，又偷跑上去，硬撑，底下明明明明困起来了，寻五点多了，现在六点了，买早餐给家人吃也自己吃，非常有成就感。好，啊，这就是蛋堡，根本乃愈来愈。细粒哦，哎呦，啊，这好食，但缺点就是贵啦。好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缺点，就是贵。认同，说认同，来，还是要。可以。啊。哎，这拢白片啦，是啦。哎，然后这个可颂，啊、嗯，这大粒哦，它是大的哦。啊，食这巧克力冰下卡，我的舌头胃会去挡着。哦，就赞的，看它的洞。来，老公看洞哦，你看那猪的鼻子哎，这个很好吃，很脆，刚出炉的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这就是白同学今日菜色哦，早餐的部分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谢谢大家，早拜拜。